も綺麗だ。もうめっちゃうまい。うわぁ。日本的煙火比較慢。日本的煙火其實是世界第一名，你知道嗎？有下雨，边放啊，好厉害哦！打雷啊！我瞧，怎么下雨可以这样子？上面哇，好漂亮哦！对啊，在他追焦哎，这么高一下低的，而且他哇太正了吧！还有烟火秀，而且还更舒服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很漂亮，而且。下雨还更清晰。那个应该是学校放的，因为我刚好听那边学校有小孩声。哇，日本烟火秀体验到了，体验到了，太爽了！绝佳欣赏位置。对啊。